美国著名女歌手马丹娜凭借超强的创作实力，吸引无数歌迷的喜爱。她于今年2月与小41岁模特男友分手，近日又传出恋上小35岁男歌手马鲁马，两人曾合作推出歌曲，并在 MV 中有亲密戏份。而传出绯闻，根据马丹娜巡回演唱会的相关人员称，在巡回的几天，她都与马鲁马腻在一起，看起来超级亲密，甚至在舞者面前亲吻对方，两人的化学反应相当疯狂。事实上，马鲁马在过去登上播客节目时，就曾透露马丹娜就像他的老师一样，两人的关系非常好。而马鲁马也常打电话给马丹娜，询问他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，称马丹娜会用世界上所有的爱来回答，同时也很重视马丹娜给他的所有意见，似乎暗示两人关系暧昧。不过，两人至今并未对恋爱传闻做出回应。